小朋友们穿上舞蹈服饰，在台上随着旋律舞动身体。儿童节倒数，机场公司举办儿童节系列活动，与现场小朋友同乐。老师陪伴在小朋友身边，大家一起用绿色意象贴纸制作卡片，孩子们的喜悦全都写在脸上。今天活动开不开心？开心。好，那我今天特别看到小朋友也打扮成花卉的模样，非常的可爱。那今天的活动呢，其实是我们机长公司响应，主要是4月22号世界地球日哦。那机长公司作为一个桃园代地，算是重要的一个企业。那当然在 ESG 的部分哈，就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要能够多多的尽一份心力。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适逢儿童节及桃园彩玉季，桃园机场公司特别结合在地文化，筹划绿色机场亲子月，周二举办我在桃机遇见童星活动，共同推广在地庆典，也邀请桃园在地的幼儿园和桃园机场爱儿堡教保中心小朋友一起携手舞动欢庆儿童节。另外现场还有限量扭蛋，里面藏有小小惊喜。除了现场活动，机场还有超大型通讯扭蛋机，装满机场限定飞机饼干，要让来往旅客体验扭蛋乐趣，留下美好回忆。民视新闻赖国斌桃园报道。